境充满威胁，大家不论是上班、上学或是休闲运动，每天的日常都必须出入公众场所，搭乘大众运输工具，如何保护自己的健康是每个人都很关注的事。从加强整体防御力来着手，是促进健康的关键。多特尔的精油当中，我非常喜欢这瓶被誉为健康守护者的古巴香植精油，它富含贝塔十足烯，是天然强效的防护成分，具有强大的保护力，能够帮助促进全方位的健康防御力，抵御外在伤害及威胁。希尔博士也说，如果没有乳香，就用古巴香植吧。古巴香植精油萃取自古巴香植树的树脂，具有令人愉悦的木质香气，并带点淡淡的清甜，能够帮助舒缓焦虑的情绪。而它独特的芳香化合物结构，更能够为身心带来全面性的良好效益。在紧张的一天结束时，选择古巴香植准没错，不仅可以获得放松感受，同时享有健康，所以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。古巴香植精油另一个令人非常喜爱的功效，就是具有良好的舒缓修护效果。涂抹于肌肤时，可以促进肌肤明亮光滑，安抚问题肌肤及减少瑕疵的外观，针对皮肤的各种小状况，都能够带来良好的修护力。把皮肤保养交给古巴香植就对了。古巴香植精油除了能够赋予身体强大的防御效益，也是一支具备放大效果的精油，最适合和不同精油一起搭配使用，让健康效益多样性的功效更上一层楼。将三滴古巴香植和五滴茶树以芳香喷雾器扩香，香氛可以净化空气，带来防护力，以对抗环境威胁，并提升家人的防御力。将一滴舒缓和一滴古巴香植以分六叶子油稀释后，在颈部及肩膀轻轻的按摩，香氛能够帮助放松及减轻工作的焦虑。将十滴柠檬加五滴古巴香植和水一起加入100ml的喷瓶当中，制成净化喷雾，可以随时清洁居家环境，洁净就是最有效的防护罩。每天将一滴古巴香植和一滴薰衣草以分六叶子油稀释后，分层涂抹在足底和脊椎处，香氛能够提升防御力，帮助良好的睡眠，稳定身心情绪，让古巴香植的疗愈力帮我们安住于当下，不乱于心，时时自在，不畏将来，处处平安，做好净化与防护，维持心情正向积极，平衡情绪与压力，回到身心安适状态，陪伴您与家人度过健康的每一天。